这个是，to 肖顺尧。当有个性的人是非常累的，很高兴看到你放下曾经以为的个性，蜕变成一个真正的肖顺尧，永远不用担心会变成自己不想要的样子，因为我们会被改变的永远只是态度。道哥，是道哥吗？大哥啊，这是明道哥，这是道哥，这是道哥。来了，顺尧，其实你唱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重点是你表现出了我们所有人都比不上你的热情，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棒，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你有多一点的接触。道哥之前跟我晚上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好，也特别中用。他说一个人的个性是改变不了的，是你的个性永远改变不了，我们能改变的就是对待一个事情的态度，看待我们去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。是的，是的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这句话我很受用。是的，谢谢道哥。最后一个来，兔胡夏，胡夏来，夏夏，胡夏，你是诸葛亮吗？画了一个猪头，是失忆的吗？夏夏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歌手，我看到他很感动，然后，就很喜欢。走吧，夏夏。哦。当你藏在角落，那里没有光，这里的世界如此简单，最美也不过。祝我明天晚上总决赛上获得你们之间的友情，谢谢谢谢，掌声送给所有的哥哥们，你们之间的友情啊！来哦 ，vivo X60， 记住我们在最后最终。